刚有这次又是评审又是主持，也谢谢李安，所以刚刚到台北，还有冰冰是刚刚拍完片就赶来，所以你们知道他们过来是非常辛苦的，要看很多片子。可是请大家相信我们都很认真的把所有的影片看完，跟做了很认真的讨论，那是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那在座评审在决定入围的名单的同时，有非常多的讨论。那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选出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片子。所以电影本身就可以告诉我们它的好的地方在哪里。那我想就一个导演的身份来说，对参加金马奖的评审，最大的好处就是，那个以后电影会越拍越好，因为实在太困难。我心里是举最大的力量，啊，尊重导演，谢谢。所有的片子，同时间一起看完，然后它就好像陈列在那边，所有客观跟主观的因素都可以同时被看见。它一直都是有自己的风骨和价值的。我想很真诚地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台湾人，但是我一直都很关注台湾的金马奖。在整个亚洲区来讲，我一直认为金马奖是最有含金量的奖项。就是我现在想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就会想李安导演，就想说他都撑得过来，我还有什么脸说，我太忙。所以后来我就答应了。我知道言语是很难形容的片段，很难争论你心里面喜欢什么东西。其实有时候最喜欢的东西是你是讲不出来的，我们总是尽力透过投票还有比较文明的探讨，希望能够做一个相对客观又有良心又有理性又有感性的这样一个决定。当然这没有标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It's important that we will keep doing it. We sustain it, we believe in it. It will have ups and downs, but eventually I think it will get picked up. 我面向坐的李安导演，我们金马奖主席是侯孝贤，我敢不公正吗？我还想拍他们的电影吗？因为我也拿了很多奖了，所以不服务一下也好像说不过去。